实在不行呢，今天我正式的就给你们个名分，你呢就做老大，你就做小的，咱们搁一起好好的。你怎么跟你师傅说话？你俩就琢磨你，我就是你俩的私生子，我啥都知道了，还跟着演是不是？啥件事啊？什么啥件事啊？以前我也不认识你啊。你就孩子郝萌这挺实诚的，要不然他不能这么说。咱俩是不是提前就见个面啊？谁给你提前见过面啊？以前我也不认识你啊。你咋还不承认？为啥不让先磕着呢？不是你我跟你，我都不是练武的材料，你天天跟我后街干仗，为了把我支开是不是？送到这儿他也不认我。你天天让我练武，过去我有头啊，活了把头给我练没了，让我练铁楼功，还让我当大师兄，说将来你死了让我当掌门人。我不是你儿子，你能这么干吗？不是，咱俩年轻时候啥时候在一起的？以前我也不认识你，自从这孩子来学武艺我才认识你。就意思说你领他来之后咱俩才见的面了？对呀。那不对吧？别在这装了，他都认了，你干啥不认？我认啥认呢？啊，你跟他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？谁胡说八道？你能闭嘴你。哎呦，别打我呀。哎，你有我这事？你是我后娘。哎哎，你给我站住，你还跑是不是？你把话我说清楚了，你别跟着我，让我自己待会儿不行吗？你干什么？你又来，就为了这事是不是？消气，消气，消气！咋回事，大师兄啊？得住，我也不怕你笑啊。这是我娘，师父是我爹，好是他俩私生子，我娘不承认。我现在是孤儿。不不，老渣男。哎呀，怎么是你怎么老是啥都跟他掺和？你咋又出现了呢？咋回事？说。你问他。顾随仪啊，以后这院你别来了。这是我娘，我师父是我爹，你就别跟他掺和了。西门昌海，什么时候勾搭他的？说。我也是刚接到信儿，咱别急，咱们捋一下子还不行吗？说，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说谁勾搭你呢？啊！你那啥，你打不过他，你都冷静好吗？咱没外人，真有话好好说，行不行？好吗？你多大？37。37年前，咱俩还没分手呢。其实你早就出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啥，你这样，你把手机拿下来，慢慢说啊。因为这个事儿吧，这来的挺突然。另外，咱都家里人在着呢，是不？事儿呢已经摆在这儿了，不承认也不行，是不？家丑不可外扬，咱也别喊。实在不行呢，今天我正式的就给你们个名分，好吧？你呢就做老大，你就做小的，咱们搁一起好好的。日后万一再出来，咱往3、4、5再排，好不好？好啥好啊？我用你给什么名分？我家有老头，我心爱的人不能跟别人分享。哎呦我的妈，谁需要我？大师兄啊，你也冷静一些，你把这事弄清楚。我就觉得吧，这个事里面他肯定有误会。师傅不能是那样的。我也稀里糊涂的，这是。你看这孩子说的对，你也别吵吵了，你也别上火。是，这孩子平时不这样，这太激动。能不能闭嘴？啊，行，你说，啊，好，有话好好说。还说话？啊，不说话。娘现在都懵了。你爹也懵着呢，你这西门长海。谁谁爹，谁谁儿？我不知道。你俩谁都别吱声了，你撞去。走女。哎呀！别瞅我，撞过来，看我。哎呀妈呀！儿子。你怎么就能证明你师父就是你亲爹呢？滴血认亲。你啥时候滴的呀？前两天顾世宇带小宝来滴血认亲，血没滴上，我拿碗时候不小心我血掉碗里了，然后就跟我师父融上了。你不是我爹，难道你是我大哥呀？你用的是小宝那碗水啊？
那狗血滴进去，也能跟你那血融在一起。啊，这咋又跟我扯狗呢去了呢？那碗水，我动过手脚，别说是一条狗，猪血、牛血、羊血滴进去都能融在一起。啥玩意儿？儿子，听着没？你都动了手脚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回明白了吧？啊，明白没？给你师傅认错。